Watch how Yen Yi of all gamers clutched up a 1v5 situation versus X Rock in S&D at Coastal that turned out to be the game winner for AG. Oh, 你干嘛马哥，完了给杨一机会了，杨一再喷一个不会吧，不会给杨一杀完了吧，一打五杨一现在就完成了三个人头了，什么意思，有点没看懂了，但是呢包掉在了酒吧当中，只要Xrock不再给机会应该是没问题的，灰熊架住了，一滴血应该是跑不掉，但杨一在回血的过程当中再次来到近点。 啊，杨一不会给五杀吧？灰熊，灰熊说：“我不愿意成为背景板。”杨一做到了，拿到了单局的五杀，一打五，五杀带领AG拿下胜利。